我爸爸好辛苦哦，他很少陪我看电视，因为都带别人去看房子。我不懂看房子为什么要穿绿色的外套呢？爸爸说绿色是希望，也是安心，就是希望买房子的都安心。今天发现小婷的爸爸也喜欢绿色的外套，有两个安心，哇，就可以安安心心咯。我们知道身上的责任不能褪色，你希望的家安心交给我，有心最要紧，住商不动产。